示范使用魁北克计数器计算均落数。好，但小心我们敲击表面，它就会开始计算。这时候我们放下去的这个瞬间，也有可能误触，所以我们先归零。好，这时候可以拿一支奇异墨水笔，在看到的均落的地方开始点。就这样计算出来。那阿元之前也有一个做法，就是画出一条线，甚至必要的时候将区域做适当的等分，一次只计算一个区域。好，那我例如说归零，我计算右下角这一区开始。好，假设已经计算完毕了，这边是24个，在另外一区这样子做计算，最后再把所有的数字加总起来写在旁边，例如整个加起来以后是225个。好，接下来再进行另外一个。